你们 Hello, 好，I'm Cass 我是 Thomas, Cass Thomas。and thank you 感 for 谢 watching 你 this 们 now and 来 in the future. 看这个 And 视 we're 频，也可能你未来会 talking 看到。about 我们在聊关于身体的一 body. 切，It probably 它 is something everyone 是 listening has 大家都 body. 在拥有一个身体吧。我们说、啊、我们有物理的身体。在这个地球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就是好像它是一个物理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比如说有人了，人类的身体，我们想要邀请更多一些的，就比你觉察到这个物理身体更多一些，我们会叫它魔法。你的身体可以成为什么样的魔法呢？身体我们是有一个心，对吧？我们所有人都有一颗心。我们还有其他，我们有一些，比如肝脏，有的人没有。然后有一些这个头脑，我们还有胰脏，这些都是物理我们可以看见的东西。当我们在做 X 光扫射的话，有很有趣的一点，有一部分啊，关于我们有最大的控制，好像是我们的头脑。它其实甚至不一定是这种物理化的，但我们所说的这个身体的魔法也不一定是物理化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它就会让我们进入到一种疼痛或者受苦当中，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情绪上的，甚至是心理上的。如何我们可以去运用我们头脑这个生命中很大的一个部分，其实去激活它，激活那份魔法。同时它其实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大部分。我们如何能够一起去玩耍呢？我们的身体总是在这样，它这么活跃，它汲取很多的东西，感受情绪、声音，从其他人那里拿到。这个地球上，它同时也能感知到这个地球上发生什么，树啊、花呀，不仅仅是你眼前的，我说的是整个地球。那有怎样的一份邀请？可能从我们头脑中开始，我们可以成为的。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去经验更多的魔法，那它就在那儿，它就甚至当我们发现它之前就在那儿了。这个头脑啊，其实是挺棒的。有的时候你想了一个东西，你其实已经在它其中了，你已经在感受它了。在 Access Consciousness 中，我们会聊到选择一些东西，选择会创造，对吗？那有什么我们可以选择？它会创造更多的魔法在我们的身体上，和我们的身体一起，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可以就选择想一想这个魔法，什么是魔法呢？并不是去说出来，有的时候我们一下走到头脑里，然后说出来，我们就用这个词说魔法，魔法，它有什么魔法，有什么魔法？不，如果你真的选择去探索那个魔力，那个你头脑的魔力，去邀请个不同的可能性。和你身体在一起的不同可能性，那个魔法，那个你心脏可以带来的魔法，它在你身体当中，去邀请更多的温暖、在意你的这个胃啊，这个肚子这块的魔法，去选择基于你的一个在内在的冲动选择，那个其实是你的知晓，它会超越那个10%，你其实头脑还没有开发到那个10%的那个状态。
So how could we 那如何我们可以去连接和我们的身体，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连接？如果我们愿意去运用所有的我们拥有的资源，这个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是一定要去选择的，这个是我今天想要成为的一份邀请。就在今天，有什么样的魔法你是愿意去体验的？去提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魔法今天我可以体验到？可能昨天我还不愿意或者不能，是这样的。然后去看一看它在你的身体变有什么改变，去聆听它，因为它是持续的给我们信息。如果你愿意意识到你现在是活着的，你和你之前有过那些经验，你之前受伤，你可能摔倒过，你心碎过，你可能吃过那些会对你身体有害的东西，但也有可能你没有。你是否愿意承认你自己的和你身体在一起的那份魔法，让带着这个存有一起？但你是否愿意同时扩展这一切？更多你愿意扩展，更多你就会开始去聆听你身体在跟你沟通的语言。你的身体在说什么样的语言呢？你的身体能够理解什么语言呢？有什么样的环境你身体喜欢在其中呢？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在全世界都是有疫情，那所有东西都在不同，那我们的身体也会感受到不同，我们也会戴口罩啊，然后有的时候呼吸会不同。那有什么样的魔法可以发生？这一切可能会成为一个贡献吗？包括我们会有一个远距离的交流，虽然我们没有接触到它，但我们的身体还在沟通，身体还在和周围的一切沟通，它总是在沟通。我的身体也总是在跟我沟通，我也很喜欢我身体给我带来的这个语言，我喜欢我身体说话的语言。那有什么样的语言是你可以觉察到的？它会超越于你头脑能力上的理解范围，但它可能让你的身体变得很兴奋，比如说运动啊。你的身体喜欢动吗？喜欢跑步吗？你的身体喜欢跳舞吗？喜欢唱歌吗？你的身体喜欢就这样哼哼吗？你的身体喜欢吃东西吗？并不是填满它，而是你吃东西时候的品尝的味蕾。我会和身体一起，我当然也遇到很多人，我会邀请他们也同样去聆听他们身体和他们沟通的方式。所以就在这一刻，我们在一起，我们这一刻这么多人，我们可以在一起，可能未来我们还会再相聚，那就在这一刻的时候花一点时间去聆听你的身体，问你的身体，身体啊， What is the magic you would like? 有什么样的魔法是你今天想要经历的呢？ You can feel your pulse. 你可以感受到你的脉搏，对吗？ You can feel your heart. 你可以感受到你的心跳。And that's your rhythm. 那个是你的节奏， that's your vibration. 是你的振频。And that's not physical either. 它也不是物理的呀。Right?所以你有头脑，你有这些魔法，你有你的振频，它全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是一个物理化的，对吗？
So what are we making? 那有什么我们把它变得如此的固化在我们的身体之内？如果我们愿意去邀请一份语言，一个节奏，一个振频，一些魔法，它会真的开始让这一切轻松的融化。我很喜欢这样的身体课程，这样身体和语言的沟通。我在 Access Consciousness 里面教了十年的身体课，但是因为其实大家的身体是喜欢支持其他人的身体的，那你是否愿意和你自己的身体玩耍呢？就算你没有真的物理上触碰到其他人，那有什么样的频率，有什么样的这种震动，有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沟通的方式是你可以接收的，并且你可以同时给予的，带着你的身体一起。这一刻我们都在做它，这一刻我们都在还用头脑，我们用头脑去想一下，没关系，你可以想想，你可以开始在身体里面震动，不要低头看，你的身体永远是跟你在一起的，它是你最忠诚的朋友，你往上看一看，因为魔法是在你周围方各个方面的，如果你真的愿意接收的话，感知到它，同时知晓他就在那里，然后你会成为他，你会成为，边走边说的，边震动着的魔法，这有多酷啊，而且那么容易，而且你可以带着轻松去做它，当你愿意去连接的时候，去连接你到底真正是谁，这里在这个生活中，你在呼吸，它本身就是一个魔法，因为有太多人他已经选择不呼吸了，所以你可以带着你的身体选择今天什么呢，它会真的开始去让它动起来，邀请，让这一切可能，可以开始和人们，就算线上的连接也好，每次我在线上看的时候，我看有人去做线上的冥想或者课程，或者比如说那个 Dr. Dean here， 然后其他的人他们都在做课程，你在激活你的魔法，你的身体他会让你知道的，他会告诉你的，就会更那种想要发掘，然后更兴奋，然后很多人觉得啊，这个是我紧张，是个害怕，不行，不可以，是啊，焦虑。问你的身体，你现在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魔法？那我可能还不能理解你，没有拿到那个信息。你看你说完这个话会不会放松下来，会不会可以开始玩耍和你的身体，是不是可以一种方式去邀请，然后跟你的身体说个笑话，你有什么样的笑话可以跟你的身体说呢？有什么方式你可以和身体玩？有什么样的方式你可以动你的身体？有什么会唤醒你的身体成为更多的你？那有多少我们的身体他来跟我们沟通，那可能也是个笑话。你今天有笑过吗？那个好像你的那个振频，它你可以让它更活跃的动起来，它可以跟你更多的连接。我有的时候会在我的钱包里放一个笑话，因为当我太认真的时候，太进我头脑的时候，那个百分之十的时候，那个百分之九十我的身体就说，你好，哎哎，你好，我们呢？其他的地方呢？那我有一个小的方式你也可以去用，去激活背后的那个魔法，就是笑。
find something. 对于一切的大笑，你去找到那些让你笑的。你可以拿一些笑话。那些你没有去和身体沟通，没有去玩耍邀请魔法，有那些地方你感受不好的地方，因为你身体是感受很多的，你可以把那个笑话拿出来，然后允许你的身体就去大笑吧，允许你的身体去连接和这一份频率，因为那个频率是和其他的能量的振频，整个全球的振频都联系在一起的。树木啊，它会有果实，那些小草它也会长成花朵。你的身体怎样可以真的绽放开来，它会成为什么，成为那份巨大的对于你来说的喜悦，那个是你身体的魔法。所以你是否愿意去开始成为身体的那份魔法，玩一玩和这样的真品身体所带来，然后邀请更多的魔法进入到你的生活，进入到你的工作，进入到你的世界。如果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会从你和你的身体开始的，你的魔法，你的喜悦，然后它会扩展开来，以魔法般的方式，而不是那种物理般的扩散到其他人那里。你会去看一看到底什么会发生，我们会发现，我选择去看聆听什么，啊，这是聊的是身体，聊的是魔法，这已经是一个选择了。有什么是你愿意选择更多的？有什么是你已经选择了？ Hello，它其实当你愿意去承认的时候，它已经开始点亮这些魔法的元素，它们早就在你周围，就等待着我们去承认它们。很有意思的是，我之前是写一个剧目，有一件事情我拿到的是，它不是我需要做这一切，其他的角色他们在等待我去真的在纸上把他们展示出来，把他们带到鲜活的世界。就像你的身体，你身体这般的魔法，有什么样的魔法已经在那里了，它就等待着你去承认，把它带到更加鲜活的样子，扩展它，增加它更多，有更多的改变。你现在是在听还是真的听见了，而且你在感知，你还在接收呢？它是你的身体开心吗？是不是你的身体很开心？当你开始选择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这个现在，不要忘了呼吸，不要忘了呼吸。不管你以什么样的呼吸的方式，你一定是做对的，因为你还活着。那有什么样的魔法的方式，你吸入进来这些可能性，呼出任何不允许这些你觉得很沉重、很固化，或者我们买入的，我们认为是我们的一切，你是否愿意去玩一玩和这样的可能性，魔法般的可能性？有另外一件事情，我最近在玩的，和身体在一起的，就是有一些动作。有什么样的动作？如果你是动一动你的身体，就走一走，
Your body loves. 你的身体很喜欢走的。If you happen to be in a chair, a wheelchair. 比如说需要坐轮椅的话，那有什么样的和这个轮子在一起的动作是你可以做的？如果你喜欢骑车，喜欢舞动，有什么样的动作你可以和身体在一起，它会真的邀请你和你的身体去体验这一切超越于物理一切的可能性。因为这个世界呀，现在它在一个不同的状态之下，不同的频率之下，我们在改变轨道。我们在一个一条轨道上，现在以前是一个单向，现在是一个双向，完全不同的阶段的一个沟通中。以前是语言性的、物理化的，或者说写作方面的，另外一个是魔法，超越一切的定义，超越形态和结构，超越这些限制，超越这些你所阻碍的屏障。同时你可以觉察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你都不确定后面会发生什么，问你的身体，允许你的身体去跟你分享有什么是你身体知道的，超越你的头脑，超越这个物理化的身体，超越这些结构。它其实是那样一个每一个分子之间你身体的一个空间，其实它真的连接到其他的分子之间的空间，它们都是相连的，好像是那个神阿拉、希瓦神、太阳、月亮、宇宙，任何的一切。所以有什么样的无限的，真的无限的可能性，它是纯粹的魔法，是我们可以享受的。然后在这样一秒钟之中，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And I love the number 7. 我喜欢一个七。And everyone else does too. 每个人也很喜欢七，很多人。In Access, we do 7 for magic. 七呢？我们做七是做魔法，在 Access 当中。然后我的书叫做《七步无瑕沟通》，很多东西它都有七在其中。Is there magic? 这个是不是魔法？是魔法吗？我们是否能够邀请魔法到其中？我们用七、一、魔法、二、魔法、三、四、魔法、五、魔法。六 ，six and a half， 六点五 ，seven， 七 ，seven， 七。If it's magic， 如果它是一份魔法 ，then why can't it be everlasting？ 为什么它不能在这呢 ？Like the sun， 就好像太阳一直在闪耀。Like the verses in this rhyme, 就像在这个诗歌里的文字、like、the galaxies in time, 就像整个的宇宙，你的身体就是魔法，它就是你的人生伴侣，它就在这个当下的。那你是否愿意尊重你的身体，带着一个红色毯子的魔法，就是你，你的一切的一切。我希望这个是对你的一份邀请，去成为更多的你本来就是的魔法。
And also to invite 同时我会邀请这一切到这个世界当中来，因为当你在闪耀，当你从内在开始闪耀的时候，你的周围，你身体是这样振频散发出去的，其他人不管他们是在头脑上理不理解，那些人他就会被你的魔法吸引，他们会被也被激发出来那份喜悦，就算他们在想，他们觉得很，他们在一个沉重想法当中，那个身体也会其实是更天才般的，比这个头脑要更聪明，所以让他们两个一起玩耍，去邀请，真的你自己去再一次的去创造，让你的生活就从今天这一刻开始，从巨大的空间当中，巨大的感恩，对你身体的感恩。谢谢，哎，你好，身体，谢谢你在我周围，带着一份善意。真的是善意。如果你就只是醒来感受一份善意，一个早上的感恩，那个也会，你是你今天的一个正品，它会邀请魔法进入其中。如果你可以去想一想，那样的一个有什么那样的一个大方的状态，它会跟你在一起，它会允许你去激活你周围的世界，那个实相，你叫它生活。你是不是准备好了在生活的舞台上玩耍，带着你自己的舞蹈，你的运动，你的魔法，你的身体，有什么是你可以和身体一起做的？如果你没有一个身体的话，你就没办法做哦。那你准备好了吗？享受它吧，享受。Because yes, they do choose to transform the bodies. 因为很多人是选择了他放弃了身体去转化，但你可以邀请你的身体，不是要去转化到其他，而是去激活和不仅仅是你，其他人还有整个世界，他们都要继续前行，继续转轨。好，到底什么样？你可以成为什么样的魔法？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我希望能在世界中的任何地方见到你们和你的身体。那我会知道，你是可以感知到我和你，其他在宇宙上其他的人的。吸个气。为这个世界展示你的魔法吧，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真的有什么你们想要我们分享的，我们也会在你们选择之后，也许会再次见到你们。耶，拜拜。Thank you, Cass. Bye-bye.